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计划嚟紧几个星期内再到访中国。克里早前先至访华几日，同副总理韩正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等嘅官员会谈。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话，有信心总统拜登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，但未知道几时。习近平向联合国大会演说时，公布唔再兴建境外煤电厂。克里表示認同，反映中國希望認真應對氣候變化問題，中國可以成為正面的參與者。